别急躁，跟着音乐数心跳，电流强力燃烧，是谁在夜里胡闹？你那神秘的微笑是不安分的讯号，请再给我多一秒，电力传到你细胞，太多情歌全部都关掉，现在让我点击你的心跳，爱情就在一瞬间引爆，你真心的告白让我眼神迷乱，被你神魂颠倒颠倒颠倒，你放电的微笑让我灵魂出窍，被你神魂颠倒颠倒颠倒，你真心的告白让我眼神迷乱，被你神魂颠倒颠倒颠倒，你了解杜采洁是怎么样的女人吗？你是想跟我说她视钱如命，叫我不要跟她在一起，小心被她骗是吧？你这么清楚还敢跟她在一起啊？她虽然视钱如命，可是她很坦白，也很实在。你呢？我看了新闻报道，真的什么都不要了。问得这么直接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一切都无所谓了。其实我还蛮佩服你的，昨天还在一个这么现代、这么舒适的大楼里面生活，今天马上换到一个这么不一样的地方，你能适应吗？想想啊，如果换成是我的话，要我放弃我的医美诊所，然后来到这么一个地方，坦白说，这个情操很伟大，可是我办不到。你们两个很熟吗？搞定了，你要记得让真爱家多喝点水。知道了。你们两个之前认识哦？刚认识，不熟。我看你们还蛮聊得来的、啊。要不要我多给你点时间，让你跟他聊一下？下次吧。我们先走。杜采洁。我一上等。干嘛？公司找到缩短交车流程的方法。哎呀，这么关心啊！找到了没有？我只知道我们展销部部长今天不能回家了。还有总经理，如果你反悔不想辞职，想继续回公司上班，哎，我保证没有人会笑你的。再见。哎，我是说真的。再见。没风度，对吧？记得让真爱家多喝点水。知道啊。拜拜。真爱家，真爱家。感冒了，要多补充一点水分再睡觉。
赵经理，法务的部分有回复了吗？我当然知道现在很晚了，你就不能……好，那你尽量追一下，好吗？ 陆经理，海关的规格化的部分有进展了吗？还有2个小时。好，有任何进展，请马上告诉我。爸。爸。在家。在家。 单兵注意，12点钟方向，距离50公尺，大树一棵，提枪快跑前进，左去右回，开始。爸，你不要担心啊。 我很听话。 当兵，术语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怎么会这么恋家？难怪你爸把你取名叫真爱家。喂，方经理。 你们怎么样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步骤不能省略，这样品质会下降的。如果我们增加人力呢？好，成本再让我知道。 仔细研究下来，这才发现，仲琦这孩子过去真的是尽心尽力了，是不是？那我都跟你说了，叫你适时给这个孩子放个假，让他轻松一下。你不听吗？那想出解决的办法没有？我怎么算，交车就需要7天。那怎么办呢？ 我打算今天就到饭店去跟高桥先生道歉，我们真的是尽力了。好了好了，尽力就好，尽力就好啊！快吃快吃，别饿。是高桥先生。怎么了？ 刚刚你们何总经理传了资料过来，他说现行的7天交车流程已经是最佳方案，无法改变。秦董事长，请问什么叫无法改变？我很不满，我决定暂缓回日本。哎，这个高桥先生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他明明知道啊，这个进口车本来就是要报关，报关本来就需要时间，他这样子根本就是在刁难我们嘛。 许宏啊，既然仲琦的想法跟你一样，
你就好好跟高桥先生解释解释，我相信他可以理解的。周琦怎么可以这样做的？启宏，他已经辞职了，又私下联络高桥先生，他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他什么意思你不懂吗？就表示这个孩子他的心里面放不下我们这个家，放不下这个公司啊。妈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他既然已经辞职了，他就没有权利再替公司做出任何决定，他又用这种态度去对高桥先生，想玩音乐就玩音乐，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为所欲为。你这样怎么叫我做事呢？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董事长，我这个爸爸？哼！是我女儿房间啊，我是她的爸，我想进来就进来。就算要改数字也是我改，你怎么可以剥夺我的权利啦？哦，女儿没有回来，你睡不着？其实我看你这个样子，我也很难过啊。如果哦，这个状况是发生在我身上，我早就啼笑哑公了啦。单亲家庭的孩子，如果不体谅父母，我们真的很辛苦。真的很辛苦啊，好累呀、啊！我全心全意照顾他，爱护他。他却跟我渐行渐远，就算不能苟同我的方式，至少那还是我爱他的方式嘛。他完全感受不到吗？你管他管太严了啦！哎，我刚刚经过彩杰的房间啊，他不在房间哎，他会不会去找哀家？奇怪，奇怪。真奇怪，一个美艳的汽车销售员，另一个是身手利落的女保镖，她们是姐妹还是情敌？家产万贯的年轻富豪选择放弃家产离家出走，是为了爱情还是另有隐情？然后呢？没电了，我忘了储存，所以重来。我相信你比我还辛苦。还是没有回来啊！我打工迟到，起来了，起来了还睡？干嘛啦？只剩下六天了，我们一定要在期限之内把歌练好。哦，主唱又不在，练什么练啊？哎，我要不要打个电话给粽子，跟他提醒一下时间？不必，从今天起，养乐多乐团正式开除粽子。啊！修车厂吗？难怪这么热。
昨天帮你洗啊，洗完以后都湿了，本来想挂在外面晾干，但因为怕今天早上露水太大，干不了，当然就挂在这里。还有你，我，你是不是想问为什么要帮你洗啊？昨天你感冒，全身都湿了，又脏又臭的，哎，那是我的床，哎，不帮你洗干净，谁让你躺我的床啊？哎，可是你也不能帮我换衣服啊，我是女生哎。谁把你当女生啊？哎，你烧退了没有？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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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重去。蛮大声的嘛，精神那么好，应该是退了。重去了。出去就出去了。好帅！有没有很好看？你给我滚啦你！讨厌啊！好呀！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大惊小怪？那个死色胚替我换衣服哎，这还不严重吗？啊，惨了，艾甲，他如果除了换衣服之外，还有对你做其他的事，哦，这事情会很严重哎。对吼，我发烧感冒，一直睡一直睡，我都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。哎呦，这样很危险呢。你现在要吃什么？要订便当喽。哎，我有点事哦，我不跟你讲了，拜拜。干嘛要订啊？啊，搞不好男朋友等一下就打电话来了，要给你来个午餐约会哦。好羡慕啊！还好啦，男人啊，本来就是要懂得付出。吃什么好嘞？算了，你看，哎，部长下午请假哦。哎，现在是非常时机，不准！不准！凭什么？哎，我一个人业绩比他跟他加起来还要多哎，为什么不能请假？我跟你说，康部长，你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跟总经理一样辞职。衣服的事就算了，那你还没有对我做什么？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你的医疗、看护、住宿、床铺，所有的费用，一切用你的身体来还。身体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不然你身上有钱吗？没有钱，你也不可以这样啊！你这个变态！下流色狼！哎，等等，你干嘛？你以为我说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没看到那里那么乱吗？赶快去打扫吧，从你的地块开始转。是你帮我换的、哦，不信，你看你的肚脐啊。
你出手真的很狠，好险是用塑胶桶，若用别的砸我头怎么办？谁叫你要耍我，还在我肚脐上乱画。你不是很喜欢杨乐多？他头可以画，肚脐不能画。头是头，肚脐是肚脐啊，头天天都可以看到，肚脐随便给人家看到。也对，好啊，对不起啊。你真的想开修车厂哦？你会吗？你在这边等我，不准偷吃哦。车吗？修给我看啊！嗯，开了，太刺激了！哇，真的好多种证照哦。没什么了，我爸会的，我也要会。啊，对了，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那可以把这里打扫干净了吧？我是你的保镖，不是你的员工哎。如果你不把这里打扫干净，那你就不要跟着我。啊！我夫人的口水，好恶心哦！你知道我的口水？你才恶心呢！你厨余妹，这么香的泡面被你弄臭了啊！啊，臭死了！有那么臭吗？臭着你，臭着你，臭着你！幸好你还在。要不然好无聊。实在是忙不完，没办法陪你们一家人去基钓了，帮我跟仲琪道个歉啊，秦伯伯改天补偿他，好不好？爸爸妈妈，你们是不是都走回家了？快点接电话，爸爸妈妈，秦伯伯还在跟警察在海边找你们，如果你们已经回家了，拜托你们快点接电话好不好？我好害怕哦。小男生的声音听起来这么难过。那声音是我。我不是故意碰你东西的。警察、救难队都在海面上搜救，我还天真的以为我爸跟我妈在跟我开玩笑，说不定早就跑回家，在家里等我了。
所以我才打这通电话。当时我真的好害怕。打完那通电话，他们就被捞上来了。对不起，那天起，秦伯伯收养了我。他变成我爸，我变成他儿子。后来，我变成了总经理。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又回到了这里。我童年成长的地方。其实，平常回来都是听我爸的留言，你离开前帮我把打火机擦干净，上面好多灰尘。谢谢。君毅好可怜啊。经理不想回家了，不想回家就不要回家啊。可是公司需要他，乐团也需要他。你要相信你的直觉，你的血液里有军人本色。这跟军人本色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那就搞清楚为什么他不想要回家啊。如果再不行，你就做点什么，让他想要回家，这样懂了没？哦，好好啊，我在忙，我不跟你讲了啊，拜拜。喂。飞硕溶脂是目前最新的溶脂塑身技术，不但可以让你塑身，而且也可以雕塑出你完美的曲线。我这边有些资料，麻烦你先参考一下。秦泰，你还好吗？刚说到哪？你说这个啊？我觉得你有心事。可以的话，要不要说说看？前阵子呢，公司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员工跟我老公走得很近，我本来在想，应该不可能吧？就昨天晚上，我老公一夜未归。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不由得不胡思乱想。秦泰，您一心全放在老公跟小孩身上，其实啊，你应该多休息一下。
向林这次怀疑你老公有外遇，其实事情根本没那么严重，不是吗？林是该放轻松吧。谢谢。秦太，下次在诊所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先进行非塑溶脂疗程。嗯，好，我知道。郑医师，今天真的很谢谢你，帮了我很多的忙。我来喝饮料。董事长夫人，你也知道在他诊所。杜彩杰，你现在不是应该在上班吗？其实我今天有是这样子，杜小姐是我诊所的贵宾，我想她一定有跟贵公司请假才对。是吗？是，我有请假。郑医师，那我先走了，谢谢你啊。跟别人介绍我是你女朋友，你怕董事长知道我们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你还在润治上班，这样子会让事情越弄越复杂。哎，是你自己说你不想跟董事长任何关系，哎，既然没有关系，你为何要怕让他们知道我是你女朋友？我知道，其实你很在意秦家人。我没有，没有。那就是你根本没有这么重视我啊！没有，我没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？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想啊，我只知道你不肯跟别人承认我是你女朋友。哎，彩杰，彩杰，哎，哎，张姐，里面先请坐。彩杰，彩杰，整理好了，你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不用了，你不用因为听到那通电话打入就同情我，那是我的人生，也是我的过去，我早就已经学会接受了。那你在看什么啊？可以喝很多的可乐。哎，还我，还我！呀！很多很多的可乐，打工，征服大海，继承爸爸的修车厂也打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打工就是完成的意思。要你管了，放手啊！等我看完我就放手。修理机车，跟六年四班张家珍告白说我爱你，初恋啊，暗恋。还单相思，关你屁事啊！放开！在学校司令台上面做蛋糕，跟爸爸做一样的事。哎，你从小野心就很大，哎，你有好多心愿哦。你有没有放手啊？你从小就有心愿单，我常常也有代办事项，哎，只要代办事项没有做完。我就会浑身不舒服。你的代办事项关我屁事啊！放手。可是之前我的代办事项只有一个，只是帮你回到原来的样子。白天当总经理，晚上去唱歌。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？你爸在公司等你，但头美是大狗，也都在练团就等你啊。不然这样嘛。我帮你完成清单上的心愿，第二天之后你就跟我回去。你把我说藕断算了，你把他藕断我也不会答应你的。谁要你帮你啊？谁要你帮忙啊？放手啊！征服大海，不太可能，因为你不会游泳啊。
六年四班庄家珍是谁啊？关什么事啊？修理机车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做到的。你想修什么机车啊？其实你已经很机车了，还是你修理自己就好。好啦好啦，不要生气嘛，不然你跟我讲你想修什么车，我帮你找啊。这台车停在这里已经很久，很多零件当年就已经停产，更何况现在。你说怎么修？总要试试看嘛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爸就跟我约定，我们俩一起修好车。可是我爸现在不在，我只好一个人罢休。美华，这是你妈的名字哦？不是，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爸，可是他什么都没说。我知道啦，他一定是你爸的情人。曾爱佳，你不要以为我打不过你，我就会怕你。看你们是想把他带走，请便。谁说我要回去的、啊？跟我爸说，我要请假。从大学毕业到现在，我都没有请过假哦。可是，你们俩有休，我都没有，就当做累积年假，这样不过分吧？可是请假又不是我们能决定的。对啊，我们又不是教官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请。我知道你在外面，我要请假哦。听到没有？不管你在哪里，反正我要请假。好啦好啦，我准你啊。彩杰，彩杰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佳，我想在这里跟你住几天，好啊。哎、你又想干嘛？这里是我家，哎，说来住就来住啊。听说想要远离润治、离开陈家的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团队。对啊。莫名其妙，就算是民宿也要给钱吧？啊，拜托。杜采洁这个脑袋，除了会赚钱，什么都不会。我一毛不会想参加。哀家，我们走。少叔，哎，你不用等啊，哀家有我照顾就行啊。我的爱女好不容易才跟男生交往，你又跑来乱。嚣张落嘞，一直被我烦恼一下。免费修车只有两天。啊？这就是我的行销企划，厉害吧？杜采洁，你这样写，明天我会修车修到死掉。免费修车跟卖车做促销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你卖车打折还有钱可以赚，哇，你修车还打折哦？没钱可以赚，那就不要收啊。第二。不，你不是很厉害，很多证照，所以你要好好的表现出来，让所有的乡亲们看到啊，这样他们才会知道，生意才会好。哎，可是离家出走也是需要一点本事的。你以前是老板，都是你在要求别人，你做的是事业，你动动嘴动动脑，就有一大堆人为你卖命。现在这个叫做生活，这叫过日子。哦，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哎，你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。那你真的很会说哎。我只说了一句话，你可以说三分钟。如果你还想再听，我还可以再讲三个小时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亚伦来了。
姐，你来干嘛？我又不是你女朋友，我只是杜小姐，对你来说我一点都不重要。哎，小姐，你不重要来这里干什么啊？哎，他那么重要，赶快把他带走，他在这边快把我烦死了。彩杰，彩杰，怎么了？这是我妈的摩托车，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你妈妈的摩托车。我小时候最快乐的记忆，就是我妈妈常常骑着这辆摩托车载我去兜风。那时候我妈妈每天都在喊：“我为什么命这么苦啊？每天要骑着这台破摩托车，吹着风，淋着雨，大太阳的，很辛苦。”后来有一天，这台摩托车不见了，我还因此难过了好久，因为我妈妈从此再也没有带我出去玩。没想到她会出现在你这里。那你妈现在还好吗？当然很好，她虽然年纪不小，可是保养得很年轻。我前两天跟他通电话，他在爱琴海的游艇上，跟着他一二，反正不知道第几任老公，一起去玩，过得很快乐就对了。所以你妈妈的摩托车在我爸爸的车行，那你妈妈一定认识我过世的爸爸，要不然就认识我现在的爸爸。周注定哦，才没有。根据我看完整本毕业纪念册之后的研究结果，张家珍也还好嘛。他可是当年所有男同学公认的第一名，校花。我帮你找到张家珍，你要怎么报答我？如果你找到张家珍，我随便你。爸比昨天还批准了撞钱的职权，分明就是不想要撞钱回来嘛。家里面没有他呀，家不像家，公司也不像公司。我已经不指望他回来。董事长已经批准你的辞职。月朦胧，迎着风，看寂寞的星空。酒一浓，脸红红，你瞬间靠向我。不用说，我都能懂，眼神就能沟通。说爱我不嫌多，像是上瘾的糖果。来来去去为你奔波，只买你爱的花朵，你却嫌我给的爱太浅薄。每天每天对你恳求，答应我真心的追求，所以唱这首歌在夜光下歌颂。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't know， 你不必担心我会 lost control。 爱情也许脆弱，但没人愿意错过，生怕心落空。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't know， 别用试探的眼神询问我。想念不是罪过，可是我不想解脱，期待着幸福会降落。